建筑是凝固的音乐，在这座城市中，古老的文化与现代的文明交映生辉。走进北建大，掀开了我人生的新篇章。在日月同辉广场遨游时空，在鲁班锁前求索未知，在记忆连廊回首建大百年，张开手畅游在知识的海洋，屏住呼吸，等待注定遇见的你。品味古朴，享受浪漫，穿梭在小鸟巢，流连于萨蒂的家，用汗水挥洒我的青春，以青春之名立青春之志。以青筋之志砥砺前行，我们聆听大师的教诲，享受废寝忘食后的小小果实，用我的自信站在时代的脉搏上，发挥自由创作的想象，用我手中的画笔描绘你的美丽和我未来的模样。在这里，一切充满了可能。从一砖一瓦开始，我们携梦远航，奔赴星辰大海，以本领与世界对话，多学科互联，探索前沿，在自由开放的学术交流活动中演奏出动人的音符，勇敢地站在世界面前，用心中的梦想点亮头顶光芒万丈的太阳，星汉流光不负韶华，用信仰筑中国梦，筑梦前行，圆梦有时，我在北建大等你。北京建筑大学是北京地区唯一的建筑类高校，是百年老校，今年是学校115周年的办学年，同时是建筑名校，是全国建设教育领域高等教育委员会的牵头单位，是一带一路建筑类国际联盟的发起单位。在长期的办学中，学校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人，始终坚持通识教育、专业教育和综合素质教育协同发展模式，始终坚持卓越化、创新型、实践型和复合型的人才培养目标。北京建筑大学是未来建筑师、规划师、设计师的摇篮，学院志在培养社会责任感强、锐意创新、善于合作的专业领军人才。已知有界，梦想无限，同学们未来求职的路上可能遇到各种困难，我想对于我们立志报国的青年学子，严谨的学术态度和追求卓越的激情，能够引领我们攻克所有难关，最终获得成功。在学校那4年啊，其实对我的人生应该是影响非常大的。那个时候我觉得，从学校、从老师、从学生啊，那个心劲儿特别足。在专业学习和实践中，你能得到校内外名师的指导，他们点对点的教你怎么把理论学扎实，手把手的带你怎么把实践做到位，这都为你在工作中展现优秀实操能力奠定坚实基础。